大家好，我是奇哥。我看了一下现在的时间，大概是中餐过后，将近快要1点钟。有一集影片，大家观众反应非常热烈，就是我们的烧肉便当那一集。那我是觉得呢，我们的员工过得真的算是还不错。但是呢，上次只有请吃午饭，这次我想换一点口味，咸的吃完了要吃什么？要吃点甜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要请大家吃下午茶。但我觉得因为呢，都是我决定，有点不公平。今天我要让我的员工们自己决定他们下午茶可以吃什么。我们今天用另外一个方式，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游戏来带入，让大家谁来选择可以吃下午茶。也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棒球球功课，我们投到谁，谁就可以选择今天下午茶要吃什么。那我等一下呢会丢棒球，我等一下打到谁，今天谁就可以选择下午茶。他们没有权利选择吃哪一家，但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可以吃什么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。为了这个，我今天早上特别还把我的棒球手上拿棒棒，殊不知我是天母茂名。那你选择下午茶。好了，刚刚是开玩笑的，现在真的要丢了。这时候要下那个小鼓。哦！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要投他，就是因为他最想上镜。好啦，就问你，你今天想吃什么下午茶？你讲出来，我要做功课去买给你哦。你最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。台北是好吃的肉桂卷们，不可能喜欢吃肉桂卷，我们不知道。哎，你怎么没说过你喜欢吃肉桂卷呢？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吧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做一下肉桂卷的功课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很爱吃肉桂卷，但台北我还真的没有什么吃过好吃的，所以我需要稍微来上网找一下。Go， 来哦，我直接 Google 一下肉桂卷跳出来的是什么，我看一下哈。Google Map 跳出来的第一个叫做 Twins Brothers 咖啡。我喜欢找那种肉桂卷，上面是有点就是那种多糖霜。然后因为我最喜欢在美国吃的是叫 Panera Cafe， 而且外面几个人都一大堆。哎，喜鹤咖啡厅，喜鹤吧，这是念鹤吧？鹤吧，摄影师，去，对不起。那我们就先去北车的，然后从北车接到别的地方会比较顺。第三家我想去 Costco， 因为我觉得 Costco 我之前吃过他们的肉桂卷跟他们的饼干，我觉得很好吃。但是我会吃一两 Costco， 是因为我想吃他们的热狗。那我们就准备从这边出发吧 ，Go。这边只能付现金，我身上没钱，我搞了个提款。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现在在等，因为他，我们都是要他直接说，我们要直接回去就要吃了，所以他先帮我们拿去烤，这样就是那个肉桂卷会很热。谢谢你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去 Costco 顺便买了一堆热狗啊，还有那个牛肉卷，太久没吃了。哎，吃下午茶喽！阿姨，你选的肉桂卷来了，太棒了！哎，查理喜欢吃肉桂卷哦。哇，都不知道查理这么喜欢吃肉桂卷呢。特别为你们找了三家，好不好？来，三家，查理想的，那你就负责分发呗。
一定要卖三家，我买喜鹊、King's Palace 跟 Costco。老弟，你第一个想吃什么？我想吃这个炼乳的。那你先吃一口看看。哎、欸，我们这边还有沙拉、热狗堡、牛肉卷。大家一起拿，快点快点，我帮大家都买，来哦，好黏。阿姨，那我可以吃吗？好啊。我是觉得它奶油好像融块的。我没有微波炉啊。我还要烤箱哎，不可能要我烤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是地下老板。哦。想要摔门的。我在认真帮他烤。你们的要烤吗？没关系，不可能变成的。我们的我要查理帮我烤。不过这个牛肉卷好像也冷掉了，可以帮我烤。等一下。好。来，查理，一个热的，吃一口好不好？第一口看看，告诉我口感有没有差很多？哦，烤过之后超好，很好吃对，有差对不对？大店哦，蛮足的耶。Costco 明显就是量产，所以糖酸味很重。但我觉得超好吃的，比起来我喜欢喜鹊多一点。哎，喜鹊好棒，我喜欢。我吃最后一口面筋，喜鹊真的很好吃。喜鹊的好顺，喜鹊还有吗？喜鹊吃完了，你太现实了吧。哎，彭队，这一个哇，三十天腹肌的男人，哎，吃完这腹肌不见了。我觉得喜鹊好吃在哪里？因为它够湿。我觉得有些肉桂卷超干的。哎，对，我喜欢它上面那个 cream， 因为你像糖霜的感觉。它里面每一口你都是感觉就像咖喱饭，就是一个配到东西配到饭的感觉。你看，它这上面这个 cream， 对，我觉得就是它这个 cream。对，然后它里面肉桂它的也给的分量很干。哎，那等一下我们两个再分一个，好吗？哎，不行，我不行。啊，对不起。超人，你38了，不要吃这个，对你代谢不好。哎，我也想吃这个 Costco 的，真的好吃。我让你吃完一个，啊，我觉得可以，就是一个台南人会很喜欢的东西。对，会烤牛皮，很甜吗？是吧？你知道什么？什么？就有点像下面有点像 cookie。哦，对，它很酥，它很像那个饼干，它很酥到一种。哎呀，蛮好吃的，哇，好爽。哎，亲自跑3家给你去买，可以吧？还可以吧？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喜鹊，喜鹊太好吃了。你喜欢的你吃了吗？它是没有核桃，对，我没有那么喜欢核桃。然后我刚刚微吃一小口，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我比较喜欢喜鹊，是因为它上面有那个 cream， 我很喜欢那种有点像奶油的感觉，它有点炼乳感，它有点像是我最接近我最喜欢吃的那个 Panera Cafe 的肉桂卷。我以前去美国，那真的蛮好吃的，我觉得好吃是好吃，但是我们等太久了吧？妈的，你还嫌啊？刚刚得知了一个消息，就是我们今天亲爱的经纪人达拉，他因为昨天去打了 AZ 疫苗，有点身体不舒服。那我觉得，说有点心疼他，就叫他不要来上班。但他跟我说，他很想要吃肉桂卷，问我可不可以今天来还是来公司。我是跟他讲说不用，我下次再买给他。但其实呢，等一下我们买完之后，我们要送过去给他，让他觉得他是被我们呵护的，我们都没有忘记他。哎，我们现在到达拉家楼下，打电话给他了。死定了，他没接我电话，怎么办？认真怎么办？哎，可以给全联店员吗？不行，不行。然后请他帮忙给啊，不行吗？不行啊，这么不友善。可是他妈妈也要上班呐、啊，也没有人在家，应该只有他在家。他姐，他妹妹在上班啊。为什么对他家里那么熟悉？废话，我都很关心我每个员工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所以拍影片还是要 stay 一下，不然尴尬啦！我操，打不接我电话。这个雷达哦，不但会破坏人家的惊喜，还会也会把人家要给他的惊喜破坏掉。干，我真的觉得达拉这个是最厉害的，他是惊喜破坏者，惊喜破坏者达拉，从今天起就多了一个绰号。各位，如果现在再打这一通没有通，我们就直接去 Costco 玩。我们等下留一个肉桂卷拉拉 move 给达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很有心哦，真的假的？不，没办法，不然他现在睡那么熟。好了，放弃吧，各位。Costco， Let's go。喂，达拉，你听起来快死掉了。可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的，是因为我刚买完肉桂卷送到你家楼下，然后结果你没接电话，所以你错过了肉桂卷。可是你不要担心，你现在再休息一下，大概6点钟的时候会有肉桂卷送去你家，好吧？你赶快再去睡一下。不要这么客气，你赶快去休息，拜拜。
哎、欸，他听起来快去世，天哪，好可怜哦。